号是国漫中最优秀的代表作之一。说起国漫，只能说如今的国漫说起来真是越来越好了，毕竟优秀的国产动漫是越来越多，而目前热播的赛尔号就非常的火爆，现在它已经热播至第九季了。赛尔号第九季主要讲述了赛尔号飞船在前往飞龙座星系的途中意外误入了逆世界空间的故事，而在这份逆世界空间中充满了热血的战斗，故事颇为精彩。说起剧中的乾坤神戒，相信大家都知道，这是一枚强大的戒指，在剧中也颇为厉害，同时它是索伦森最重要的物品之一。然而在剧中竟然出现了两枚乾坤神戒，最为关键的是索伦森还信，本身索伦森对于乾坤神戒的认知还是比较清楚的，他心里知道乾坤神戒只有一只，所以当下属机器人说有两只的时候，索伦森一开始还是不信的，然后后面几下忽悠索伦森竟然信了，乾坤神戒竟然有一公一母，这个场景大家是不是觉得似曾相识呢？原来看过西游记的小伙伴都知道，在西游记中当初孙悟空忽悠金角银角大王的时候就说了这样的梗，硬说两个葫芦一个是公的另一个是母的。在赛尔号中索伦森也遇到了这样的梗，这机器人的意思就是索伦森的乾坤神戒是母的，而自己手里的这枚乾坤神戒是公的，同时这枚公的乾坤神戒竟然是从普尼身上掉下来的。就这样来回忽悠，索伦森竟然相信了，最终拿走了这枚公的乾坤神戒，而真正的乾坤神戒却被偷走了。事实上上面这一枚乾坤神戒才是真的，最终被另外一个机器人直接偷走了。当然我们的索伦森大人还不是清楚，他最后选择相信了乾坤神戒竟然有两枚，直接是把公的这一枚戒指也取走了。看到这里不少网友吐槽，索伦森还真是智商堪忧啊，竟然会相信这样的话。乾坤神戒其实是非常厉害的东西，它的力量甚至有可能帮助小米突破进化，不过这东西真的就只有一枚。话说索白菜是有多傻的，竟然会相信这样的说辞，大家觉得呢？你们说索伦森的乾坤神戒是公的还是母的呢？最后如果大家喜欢赛尔号，一定要点赞收藏和分享这篇文章哦，我们会第一时间曝光和调侃关于赛尔号的最新内容，同时码字不易。